早安了，上天神，哦嗨哟，嗨哟。那只是小小的攀岩段而已。对，而且对，我们今天爬什么山？北达拉玛山。山的内寮水山。是啊，这么漂亮。现在所有人都在换衣服，哈哈，热的。最快就这样子吗？这什么山？我们还可以这团揪下进去啊！北德拉曼步道600公尺，到了，汉坡剩600公尺了，已经走600公尺。我还剩600公尺，那也太快了吧！太简单了，对。差不多是原路，就前面1.2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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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回音谷很漂亮哦。来，这里就是回音谷，那个林线就在前面，这回音谷的上面就是林线了。这样哈，找个位置就拍了。 OK， 要吐出来哦。前面就是峭壁悬崖，然后我就在这边拍，你看他也在示范了，我就跟他学就好了。嗯，这种这种比我来，对对对，莫名其妙。对，真的爬上了上去，叫师爷吧。嗯，后来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哇，老鹰在盘旋2只，哇，你好运气好。哇，2只老鹰在盘旋呐、啊，等等，但是你的帽子扣分。下面的悬崖、啊、我都不敢掉下面看、欸。不会啦，你只要过，你不要悬太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可以这样就可以这样可以。哎，对，按你的点量是，你对哈、啊。OK， 所以哦，你看这100分的这样子。这可以。在那边放我们。要小心哦。我这样就可以了，好。你有点往你右边右侧再靠一点，转回来一点。山下。6个，5个就可以登了。当天就很容易。
装备嘞？装备就像这样子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轻装就对了，都准备一餐而已。侠客罗，侠客罗，侠客罗，硬皮啊！他每次他老公说：“阿姨，三个美女去哪里？”然后我跟他去。加油加油，可以的。吹一下，吹一下，吹高雄的高飞。嘿，再吹一下。对啊，你可以的。你看，你跟之前那个导游讲的一样。阿母，你会使啦，上电视咯。转变阿母啦，无计算阿边啦，那边脸颊一大，五大有一种快乐。对。以前太虚了，以前也出名哈。我那北方那厉害，你烦恼是烦恼干的。你别讲这方法行不行？你讲话啥？我那是。哎，陆小哥，水吧？美鸟嘴上登顶成功。耶！骗人的。直接滑下去，倒下喽！直接倒下了吧？哎，你们慢慢走，我喝水。都用滑的。现在我要收脚冰凳，摆上面先收。很麻烦哈。是吗？是吗？我忘了。哪里还呀？你看，相机拿出来看。安尼这无法度骗人啊！这样老啊。安尼老啊，未骗人真。那你不知道在哪里住？十一月我去合欢山，你忘记了？来，我们三个先拍一张，一二三，啊，注意三，哦，再来一张哈，哎，我们拍照了，拍照时间到了。是哦，对呀，很难哦。今天这个就够难了。这个不难哦。够，我觉得够难。啊，什么塔什么山那个？塔曼山，塔曼山也是在附近，在那个靠近巴林上巴林那拉拉山。拉拉山，它就比这个更轻松。更轻松哦。对，有很多树，很多树根呢。哦，所以你也去了。就是嘉里山跟塔曼山。嘉里山。也跟塔曼山。那要爬很久。嘉里山比这个难一点点，你今天去提今天的难度哈、哦，再加一点点就是嘉里山。哦，那还 OK 哦。你到底知不知道？我们抵达了北德拉曼步道的巨木区。巨木哪里有巨木？有，待会就带你们去看巨木，是很高的神木。等等等等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在这。在这个巨木圈的南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。什么一二三四都会跑，会走。对，如果力气够，都走一圈。嗯，好厉害。啊，累不累？不累。啊，有图有证。那鸟嘴山终点有这一个，好，这样好。耶，攻顶成功 ！OK， 下一个。攻顶成功。噔噔噔噔。很喘哦。还好。啊，值不值得？值得，值得，非常值得。鸟嘴山累不累？不累。
好了，我们就下山了。耶、yeah, ，下山，攻顶成功。加油了呢！我们下山了，山下见。山下见。你们还没去巨木吗？啊，还没。好，那巨木见。巨木见。登顶了，从内角嘴山宫顶下来，下来这里是巨木群步道的环状啊的岔路口。这个岔路口呢，左边就是巨木群，巨木群往这边走，巨木群。结果这边是北德拉曼的登山口，在这里。是要往这边的话，要转环状的路口了。北德拉曼步道有这么一条，需要拉绳索的哈。49啊？怎么了？49。到时间。没事，那个太远了，拉不到。哦，对了，三点不动一点动哈、哦。你动一动看看。哎呦，这只比较痛。对，你用屁股去做了。这只比较痛。坐一下。对。你走我后面好了。不是，我先把这只甩一甩。你们先走。我先把这只叫它一下。叫它乖一下。叫它动一动，让它活活一下。嘿，给它动一动。嗯。你先走，没关系，我慢慢走。好好笑，第一次就用飞的。飞耶。也看时间，还好没事。飞耶！你省的那一段，靠要把那石头要那一段。你这么多公差百用米耶，你没有？哎，真的是。抽到什么石头哎？等下，别把头有撞一下，可以还好。哦，轻的。来。会有人在。拍我们现在很艰辛的样子。大家会变更小心。是。然后这要专注哦，这拐杖要注意使用哦，哈。左手要握得很紧，你的握绳子要握得很紧。蹲下来。哎，对。一定要走这边吗？跌下来。哎，小心。你可以走过去。走，应该不难走，应该不难走。心情多开心哈。来到神木的家，我们 Hinoki 保佑我们成功，等等等等。哎，对，等这样更好。哇，你这衣服的颜色就对了，就比较显眼。
二号、三号神木在哪边呢？就近在眼前，等等等等。你先，谢谢。今天晚上你再看一下。我们下山可能会天黑。哦，真的吗？现在才两点半呢。对呀，可是因为这个速度哈，大概可能。天哪！我要不要拉线？不是，我要踩看看你要抓点。哇！拉哪里？好喽，拉吧，随便你。我们载重可以那个10公斤以上。我要停吗？停。